娘道听途说，小朋友来 MC 就不会再长高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明明就没这回事啊！对，可以长，可以长高，还可以长两年到四年，一年可以长10到15公分，可以继续跳的，好不好？小孩8岁就发育，妈妈担心性早熟，其实是想太多。现在的这个第二性征提早，只有讲女生，现在定义是8岁以后就不叫做性早熟，小学2年级，不知道是谁在那边放谣言。还有什么不实的留言，都在今晚9点《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》为你一一打破。